大家好，我是 Wedding 新娘物语的品牌总监 Sylvia 赖欣瑜。今天很开心可以带大家一起来逛逛我们最引以为傲的招牌活动——结婚采购节。金华钻石呢，就是选择 SID 的顶级钻石来作为婚戒的主钻。我们这边看到雅丽诗钻石呢，就是以客制化的婚戒备受新人的喜爱。接下来到的是闪闪发亮的艾丽儿珠宝。那艾丽儿珠宝呢，就是以平时的价格吸引新人最适合他需求的预算。我们可以看到 Wedding Co 的婚戒呢，就是以精密的镶工深受新人的喜欢。其实每一次在结婚采购节的现场呢，我们都可以发现到每一家的婚戒品牌人潮都是络绎不绝，因为每一次的每一对新人呢，他都很开心的可以戴上自己最喜欢的首饰，甄选自己最喜爱的婚戒。在这几年的珠宝编辑生涯里面呢，我看过也碰触过不少非常稀少而珍贵的宝石。那在 GIA 的钻石课程里面，我更了解到每一颗钻石都是如此的独一无二，就像你们的爱情故事一样，每一段都是如此的深刻动人，而且持续的闪闪发光。